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晋陵北路，晋是山西的那个意思，陵是陵园的那个意思，北南北的北，晋陵北路。骑车感觉好啊，常州。看哪是三十多秒，那是人，行人三十多秒，什么眼神啊？他这个公交啊，设计挺好，跟北京的一样啊，它是走里面给你单独留出来一条路。杭州晚上也挺漂亮哈，
这路面骑起来太舒服了，车也不多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骑车的话哈，你在路边休息30分钟以后，我跟你说，你立马精力就满血复活，30分钟就够。我又遇到好，我去，刚说，你遇到好骑好的路面啊，你就想骑得稍微快一点，是吧？哎，就是每个骑车人都有这种感觉吧，是吧？
赶得上吗？这刚这灯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着急，你就慢点。哇，这凉快的。